啊、是跟两岸是有关，我们从两岸关系才谈,谈起好了。呃，可能大家还还在还在关注呢，延续从星期二呢所所曝光，星期一所曝光的蔡英文访美这件事情，我们我们先放下来，我们先看今天的两件呢。第一个就是台湾的媒媒体，因为昨天陆委会下午的时间呢，陆委会里面的开会的时候呢，确定了恢复两岸的航点，那恢复开放的小小三通的中转这两件事的、嗯、事情。 就小三通的中转意味着就是，呃，台湾人大大大概呢也也可以走小呃小三通了，因为之前小三通只开了百分之五，只有金门人可以走。嗯，对。那现在呢，台湾人大概呢也可以也可以走了。第二个呢，就是直航的航点两岸恢复直直航。嗯。<Okay. S 2> 那这个直航呢，从有疫情之后呢就中断了。大陆之前呢，在过年的时候呢，海基会呢，呃，春酒宴的。 前一天，陆委会释放出说，主动的释放出，就大陆方面啦，就国台办主动的释放出，希望增加十六个直航的航点。疫情期间呢，只有四个，大陆只有只有四个，那希望呢再增加十六个。好，那从过完年之后到现在有一个多月的时间，昨天陆委会呢做做做成了决定，先开放了十个。 呃，可以开定期航班的直航的航点，就就是你在反正呢买机票的时候，哪一天、那几点钟从哪里飞哪里是确定的。十个，这十个呢，包括之前呢几乎没有直航航点的，就是、呃、珠三角的广州、深圳，然后呢在四四川呢，除了原来的成都之外呢，重庆也开了。嗯、<哼>那长三角的部分来讲呢，南京。 杭州，那重重开。另外呢，对岸的对岸呢，除了除了这个厦门之外呢，福州。另外呢，北方的青岛，中部的武汉，还有呢，宁波、郑州，好，这些呢都都开。每个点呢，你大概都可以知道它开放的逻的逻辑在在哪里。<对>它开十个，但是原来大陆是希望十六个。 意思的，路委会就是说，你开的菜单呢，我不可能全吃啊。好，那我呢挑十个，可是呢，那我再给你仨秘书，因为大陆并呢并没有说呢，对，大大陆并没有说呢要有要有这个就是说的包包包机的航点。可是呢，我我回回馈你十个，但是附赠了十三个。 包机的航点，你可以开始申请包机了。所以估计从今天这个周末开始，两岸的航空业跟旅游业就开始热闹了。旅游业呢，一定会闻得到两百零九班。一开始的时候，一周两百零九班。当然你说两百零九班多嘛？我跟你讲，现在还还不多。过去呢，最盛的时候呢，一周是超过八百班的。 那所以呢，两百零零九班，台湾方面呢，现在先拿到一百一十班，大陆方面呢，分配到呢九十九九班。但是，即使以这样的班次，十个直航的航点，包括包机的航点来看，它意味就是说，接下去大概就就就是准备开放陆客了。 否否则呢，光是一般的常态性的商务啊等等，是用不了这么多的航航班的。对，自由行的<空>撑不起这么多航班。对，而且航航航空业呢，基本上面呢，也也也也是呢，也是受不了的。所以呢，陆客大概就是跟在后面。所以台湾呢，准备迎陆客了。嗯、但是这个开放的时时间点，民进党难道会不知道说，今天大陆的两会，人大要选出国家主席？没错。 今天大概就是我们节目的进进行的过程当当中呢，人大呢就就准备呢要投票了。国国家主席不会有意外，习近平的第三任任期正式的开始。前一天，当我呢开放了航班航航点直后，航班航点隔个不到十二个小时的时时间，习近平要开始第三任期。你认为这个时间点是巧合吗？当然不是巧合啊，因为习近平这个国家主席啊，他的。 英文的官衔就是 president，嗯，对全世界来讲，认知这个国家主席的位置，嗯，不是什么 state chairman，嗯，他就是总统，总统。所以等于是中国的总统的新的任期开始。蔡英文呢、啊，不晓得该不该吃喝点，嗯，也不晓得该不该送鲜花，嗯，那也不晓得要怎么放鞭炮，这不方便吧？嗯，那好，我就用陆委会的，哎，开启这个两岸的通航，嗯、哎，如你国台办的所要求。 哎，我来配合一下，表达我对你的示好。嗯，这个动作是非常的清楚的。嗯，而且前段时间呢、哦，就一直在讨论讨论。那有人认为说，可能在前段时间的节庆日的时候会宣布。嗯、现在距离清明节还早啊。嗯。为什么刻意挑在今天呢？对，就是本来以为要到清明节的时候昨天節才会开放。对哈，哎、啊，嗯、清明节扫墓，大家還想起来说，反正这是。 这是个基本的一个几亿人，包括台湾几千万人都是过这个节日的吧？啊，所以特别的用这个来对习近平示好嘛？这是示好的态度是很清楚的。那是接下来我们来观察一下蔡英文会不会发表一些什么谈话？看起来目前是没有迹象。但如果他的政治脑筋更清楚一点哦，可以怎么样顺风打水，就马上怎么样？ 哎，这个习近平先生啊，两岸和平是我们两个共同的责任。嗯，啊，祝贺你这个新上任啊，新职务。我讲，全世界媒体是大登特登啊。好，我猜想光，光光是两岸的直航的恢复这件事情，因为对，因为恢复了之后的，呃，除了行政长陈建仁呢说呢，希望两岸在恢复航点的基础上面呢，逐步增加善意。 嗯、良性互动对，然后呢，国台办的发言人呢，马、呃、马小光，马小光终于又有事儿做了。<laughs> 我坦白讲，国台办，国台办真的已经被冷了,了，冷处理非常非常久了，闷得快发霉了。对对对对对，好，那送他上来了时候哎，国国台办呢，终于又有事儿做了。<对>好，那马、呃、马晓小光说呢，希望尽快推动海空直航。对，那呃，同时呢，小三通呢，能够呢正常化。嗯、哼哼呃，大家呢，就是，哎，你做了什么？那我在做什么？ 画家<對>说，在一个彼此之这这之间呢，过去的紧张正在降温；相反的呢，彼此之间的示好，在一个逐渐的升温。听起来是要求，不过这些的要求呢，都是正面期待的要求。呃，现在才二零二三年的三月十号，没错。从过完年之后啊，你想，海基会喝春酒。 也不过是二月二月初的事儿而已。没错啊，一个月的时间里面，两岸关系感觉变化很快啊。为什么？因为你要更往前看一点哦，在高点是去年的八月初嘛。对，嗯，去年八月初是几乎是两岸之间哦、嗯、剑拔弩张啊、哦，嗯、最激烈的那一个时间点嘛。嗯、那中间呢起起伏伏啊，嗯，这个互相之间的讲话都蛮硬的嗯，嗯。 尤其是美国方面释放出来讯息啊，嗯、好像也对中中国大陆啊，这个有一点的这个会非,非正式杠上不可的样子。嗯、可是最近一段时间很明显的，拜登政府哈、啊，在某些方面呢、啊、开始软化，开始软化的证据是什么？美国媒体有一件事情啊，披露出来，嗯，他说我们不是跟大陆打这个。 贸易战打经济战啊，大量经济制裁嘛，嗯，怎么搞个老半天？美国对大陆的逆差反而扩大，那、啊、你、嗯、你搞什么名堂？哦，人家发现哈、哦，原来拜登政府不断的开小门儿啊，我我制裁唐香龙，哇，好狠！然后就我的厂商，拜托嘛，我要卖给唐香龙，你给我开个绿灯嘛，好好一件一件批，结果没想到批了，总金额一个一一天天叠上去，嗯、<laughs> 而且而且因为通货膨胀，因为种种因素啊，啊 还怎么样？还上高价啊？就是说价钱节节上升啊！本来走平面道路，现在都走高价道路了。嗯、那唐小龙卖给我货物，本来这个是被制裁的，不准啊！好好好，我就放松了两两三节货啊，嗯、没想到碰上下去的那个小漏洞里面出来大水量啊，就使得美国的这个去年整年呐、啊、喊个老半天逆差反而扩大。那所以人家警觉到说，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啊。 那是要找几个象征性的，表示我们的多强硬。哎呀，你看，我又我又多关了制裁了几家，哎，这个实体名单都多加了几家。嗯，可是那几家事实上在中美之间的贸易量占的比重越来越小啊。嗯，已经制裁到了哈，那个名单上了都找不到这家公司哪里的，什么什么，哎、嗯欸，什么重庆什么小公司，嗯、什么小公司，只是因为他帮忙做一点这个什么卫星零件啊，嗯、火箭零件啊。嗯、<laughs> 那美国很多经济学者讲。 这是搞什么名堂？嗯、你你制裁那营业额一年不到一百万美金的干什么？嗯、啊，那也就表示说，美国制裁现在是往虚的方面走，啊，比如说拜登进了政府进来进来说我要制裁华为的四 G 的产业，我脑筋一想有没有有没有病啊？四四 G 已经快快快淘汰了，<laughs> <对>你知道嗎有没有病、啊？华为呢现在都在都在拼六 G 了，<laughs> 对呀、啊，那五 G 呢现在是主流。 啊、我们我们的手机上面偶尔在很特殊很特殊的情况下面，对对台湾呢，你可能还会接收到残留的三 G 的讯号。有啊<啦>，听候<那>王世坚还在用 nokia、ok、对对对，<laughs> 偶尔。但但但是呢，你以后呢，就算你要用 Nokia，、ok、都没有办法用了，因为三 G 的基地台已经快要呢快要全部都关闭了。对呀、啊。那在换身，所以四 G 呢，其实早就已经落。我们现在的四 G 的速度已经非常慢了。对。好，那这是表示说哈。嗯 他要找很多名目来、嗯、来做做文章，对对一些选战气氛里面的反中情绪做安抚。嗯，可事实上在实质的部分，他已经开始在放放松了。嗯，那调性也其实在软化当中。你说蔡英文会没有感觉吗？因为拜登已经讲，我们不想冲突,、嗯、突。嗯，我们只想竞竞争，但不要冲突。嗯，你讲这干嘛？要冲突就冲突嘛，你干嘛还讲说我们不想冲突？嗯、然后我们要管控冲突。嗯。 这讲的这么白，稍微看不懂啊。用中文来讲，我们比较容易理解。他要竞争，但不要战争。哎、嗯，对，没有他战争还很遥远，他只讲冲突啊，你冲突都不要了。嗯、那你在笨的这个蔡英文旁边那几个国安人员会闻不到味道吗？嗯，哎、嗯，所以表示说，美国希望他未来走向选战过程里面，不要练开战场。嗯，不要练开战场的意思就是说，那我跟中国这一局哈、啊，就暂且搁在那一边。嗯，我只 全力应付俄罗斯，我已经筋疲力尽了。嗯，那对选战，如果再开中国这一局的话，是不利的。嗯，那不利的话，拜登总要想想说，那麦卡锡要去不是破了我的局吗？嗯、哎，那这个那蔡英文要再来几次也会,會破了我的局啊。嗯，所以一定从这边去做很大的一个安排，那就把顾立雄、吴兆燮找来，找到 AIT 总部来，我们大家聊一聊。嗯 因为他们去的目的就是要安排蔡英文访美嘛，嗯啊、蔡英文当然很希望他有一个光辉时刻，能够回到他只念九个月的母校康奈尔大学。嗯、李登辉都可以去，为什么不能去呢？嗯、我去不是就就接手李登辉的高点了吗？一个很高档的记录啦。嗯、那可是问题，一九九六年那个美国也惹不起啊，嗯、那蔡英文也不想惹啊，看有没有别的方法，七变通不变，八变通，那好啦，我在加州转机吧。 因为台湾的总统啊出访最正当的理由就是我参加中南美洲的国家元首、嗯、或者欧欧洲呃非洲里面，诶、呃、剩下一个的国王的舅子，典礼，十瓦十瓦地 <laughs> 对，嗯、唯一的两几个地方可以去嘛。嗯、那以这个身份去的话，那我到哪里转机就是一个艺一个政治艺术了。那我现在找加州，然、啊、后为什么要找加州呢？而且要找洛杉矶。 因为那个靠近谁的选区，嗯、麦卡锡的选区啊，嗯、那所以也给麦卡锡一个楼梯下。哎呀，我来的，你我这么见面，你就不用到台北来见我了，嗯、太辛苦了，飞那么远，对不对、啊？哈，我多体贴啊！<laughs> 那麦卡锡有说话、啊，蔡英文就竟然来见我了，我就不需要跑到台北见蔡英文。嗯，这是鬼扯淡，为什么？麦卡锡在台湾是为了见蔡英文嘛？嗯，当然不是啊，是来对。 对岸耀武扬威了，嗯，对不对？对，还是反正来来台湾的，基本上就就只是一个表演啦，就是要把台湾当舞台，就是要给对岸看，然后回去交代说没有错。你看，嗯，我多猛，我多勇，对不对？我敢到了到台湾，我敢对的大陆大声。对，好，那些大美国有钱的台独主张的台桥，你们要不要多奉献一点呢？嗯，好，我把我这这这几天啊这些事情的一些的想法跟脉脉络。 我我我请请请郑源来分析一下，不敢，因为我觉得，当中美中美关系什么时候会回回温，我觉得还要再看一下，因为现在大家都有情绪啊，没错，而且大家都有内部的民意要照顾。对，那大陆现在在开两两会嘛，两两会真的结束了之后，再来看大陆怎么真的回应这件事情。在两会期间，大陆是不太会把。 会把这种的这种的事情当一回事儿，那那那不急。那美国呢？现在二零二四年的选举，拜登呢什么时候呢正式宣布竞选连连任？他一定也需要个姿态。所以这些呢都还是变数。再加上之前的气球事件。不过最最近啊，呃，我觉得两岸也好，或者是台美之间也好，嗯，有一些有一些动作是很怪的。我一直认为麦卡锡被出卖。 我是认为麦卡西被出卖，就是说麦卡西很想到台湾来表演，对，因为他刚上任，而且大家都知道他是十五人投的投票之后呢，才才上来的，其实威望是是不够的。那他很希望能够呢，让自己呢像是像是裴洛西一样，对，当个很长时间的呢众议院的议长，那才过瘾啊。他要建立自己的威望，他希望很快的到台湾。可是台湾，你看星期一的时间，我们就从星期一谈，星期一早上，邱国正到立法院的备询。 邱国正就谈了两件事，有一件事情当场我们懂，就是邱国正也证实，台美之间正在呢，正在呢洽谈，要把更多的弹药。 他在呢东亚地区的这些弹药储备要摆在台湾，好，这个大家一听就就就懂。可是另外一段话呢，邱、嗯、国正讲的，在当时当天上午我们是听不懂。邱国正说，如果外国高层到台湾来访问，有可能呢会让呢解放军呢师出有名。那因此呢师出有名，这是台湾要避免的，因为估计解放军如果师出有名，今年。 如果两岸之间再有军事上面的这种角力，解放军很可能呢就会直接呢压在十二海里的领海上面。那这个时候呢，立委就问说：“那不就打起来了吗？”邱国正说：“是。”OK，那要避免是说在当时，好，这个描描述看起来就就就推理上面没有问题。 马上是上了外媒的头条、啊、对，然后呢 <laughs>？Breaking news。然后当天晚晚晚上，在台湾的时间的晚上，啊《Financial Times》就发新闻了。对啊，那都知道，《Financial Times》是美国的国务院的御用的，没错，的御用的放话的管道，也是台湾御用的。对了，就是说，基本上，因为他现在反正是日日本媒媒体啦所以叫《伦敦金融时报》嗯，但是它实际上面的老板就是日经新闻，嗯嗯嗯、同一个系系系统。嗯 好，那这个呢是同一天的，那因此我就想说，好，那蔡英文那接下去呢就看到看到蔡英文呢要访美啊，那蔡英文的访美的新些新闻呢在星期一呢晚上呢就曝光了，蔡英文访美当天晚上就告诉我们说呢，他会在加州见麦卡锡，嗯，好这件事情好像好像就解套了，可是麦卡锡想要来却不让他来， 不让他来，我们感觉上面呢，就是呢，台湾方方面呢，似乎也觉得你来了之后呢，会把会把会把我今年的选举年的规划呢给搞黄了，因为去年民民进党是不搞黄搞砸了，对，去年是大败嘛，<laughs> 所以呢，所以如果你之后再来之后，那如果真的压在十二海里上上面，两岸关系呢，今天我们所看到的什么直航就不用谈了。你想，如果星期一出来的新闻是麦卡锡要来台湾？ 那你还还会有还会有今天的什么两岸的航航点？小小山东没有了、啊、更麻烦的哈。嗯，邱国正现在是有点的这个夸大其词啊。十二、嗯、海里，你说就打起来，嗯，你认为美国会准许你打吗？不会啊，不会嘛，所以你还是不会打吧？但是这也很很糗啊！如果人家都已经压压<對>在十二海里了，所以不动手所、哦，所以民进党怎么选举啊？对，所以啊，嗯、所以民进党考虑他他的选举是比什么都重要的。嗯 所以他当然不可能去这个时候说：“哎，你帮忙你要来可不可以？明年我们我我们我们选年、嗯、你,你再来。嗯”其实其实我认为蔡英文跟拜登都在都在想这件事，没有错，<对>没有错，都在想等我等我们选完。嗯、没错，拜错拜登也在想说等我连任，对对<错>，随便你要怎么搞。 所以呢，在他连任之之前，在明年台湾的总统大选之前的时候，大概就会是这个调子。所以很多人在分析说呢，麦卡锡这个时候不来，八月他应该会会来。我告诉你，以这个调调子，除非在中间的调调子变了。如果以这个调子来讲，八月麦卡锡也不会来。你来，你来的时候那时候更靠近台湾选选举。民进党现在就是认定呢，台海很紧张，对民进党会很伤。 所以，民进党现在呢，释放的是和平的调子，否则就不会有挑在习近平呢今天要连任国家主席。过去，民进党只要一谈到习近平的第三任，绝对不会有有一句好好话。 独裁啦，对，威威权啦，破坏体制啦，基本上都是这个调子。可是你看到前一天释放出来的两岸直航的这个调子，那个真的就就是在祝贺习近平呢，放鞭炮，放鞭炮啊！所以这个直航直航的航点，从我的角度来来讲，你民进党会不会太肉麻了一点呐、啊？ 今天的新闻出来，然后呢，下午呢，我们就看到呢，习近平的第二第三任期的新闻就开始跑马，然后两岸就直航，摆在一起看的时候，难道不就是一个清清楚楚的蔡英文在位呢？习近平的第三任期道贺，我不能够公开发个发个道贺信，太肉麻。可是你应该看得懂，习近平，你应该看得懂，我蔡英文对你在在在示好。简单就说，呃，报告习主席，嗯，呃，我模拟蔡英文哈，报告习主席哈。嗯 哎、恭喜你这个高票连任啊！又有来个新的任期。嗯、那我这边你要选举，可不可以麻烦你少出点拐子、嗯嗯？你看我我，那我我,我们再 <laughs> 再再再再回头想哈，反正我们我们两个就就就随随便聊，朋、啊、朋友就好了。我我一直觉得麦麦卡奇一定一定知道呢，他被蔡英文政府跟拜登政府道康，因为因为拜登是是民主党嘛，对，道那个道康把他给压压住了，拜登呢给。 麦卡锡讯号大概也很清楚，你你这时候去，我不停你。有什么事事情，你千万不要说呢，叫我 cover cover 你。你想去哪里，随随随你便。对，拜登没有顺便给他穿小鞋就不错了。对，那蔡英文政政府或者邱国正的讲话呢，也就是呢，告诉麦卡锡说，你这时候来，你是给我找麻烦嘛？那你就先先先不要来吧。我们再看两岸啊，两岸两岸的这条的新闻出来前的时候，有一件事情呢，大家可能又忘了。嗯，大陆做了什么？ 大陆除了在宋涛上来了之后呢，对于不管是洪秀柱也好啦，不管是金门的议员啊、县长啊，或者是呢，或者是跟跟跟跟在国民党的这个副部长夏夏夏夏立言的见面啦，跟台商的见面，宋涛做了非常非常多。可是大陆还做了一件一件事情，就是呢，上个礼拜的时候，把两个通缉犯当礼物放，对，送给台呃台，表面上说根据国际刑警组织的要求。 可是已经多久没有干这件事了？对，因为突然之间，诶、欸，他们觉得在测试一下台湾的态度。对，就是大陆呢，把这两个，一个叫洪正军，一个叫孔孔什么的。本来大陆可能是要故意给台南难看的了。对，就是当礼物，哎 <laughs>、欸，我抓到了，送给你。在过去啊，如果两岸关系不好的时候，这种事情不会有人做的，不会有人谈的，送给你。然后不我比你坏，为什么？嗯、我可不觉得他在示好，嗯，不是在对民进党示好。 哎、欸，你们、喔、他在给你八十八枪哦。对，让你乱一下。<laughs> 对，嗯、你不查人证吗？嗯、我把人证送给你，看你办不办？对，就是他把他送 <laughs> 送回来之后呢，台湾的警方呢还非得要谢谢谢他。对呀、啊，但是你你想，台湾警方民进党就苦笑啊？对，对我我想说，二零一九年呢，民进党是在操操作反送中啊，嗯、但是你现在却不反送台，哎、嗯，对，这这不是很怪吗？反送中、送中跟送台是一组啊。 就是你要你要支持宋台、hey, 对民进党的形思<对>你在送你在搞拐子嘛？对，就是你你你支持宋宋 <laughs> 中，你就得要支持宋台，这是两岸之间的形式合合作。<对>那你二零一九年你靠着反宋中，然后呢大发利是。可是呢在二零二三年的时候，大陆送台的时候呢，你却还得要去谢谢。好，那当这两个通缉犯都都放了之后，隔一个礼隔一个多礼拜之后呢，我说。 麦麦卡锡被卖了，嗯、这两个呢也也是呢当当礼物送的，换到、嗯、他们基本上都是道具。这两个人逃错的地方，对，他他们以为逃逃到大大陆 <laughs> 他,他们一定以为说现在两岸哦没有搭嘎，他们不知道，对他们不知道两岸关系会突然间春暖花花开会变得这么这么快。对,对，好，那你你你觉得民共之间的这种的隔空的对话是好？ 会继续深化吗？会，肯定是会 <coughs>。为什么是会哈、啊？嗯、这个第一个哈、啊，这个民进党政府啊，它、嗯、需要有一个比较和平的一个气氛来选举。嗯，因为它慢慢感觉的哈、啊，要赢国民党是要靠国民党内乱，嗯、不是靠我民进党有多厉害。嗯，那如果外在环境一直在怀疑民进党有没有能力保卫台湾的安定安全的生活。 那些中间选民的选票啪嚓一移动，不要多啊，五趴民进党就挂了。嗯嗯、所以民进党看到这个就不太敢讲抗中保台。嗯、你现在看民进党的立文，哪那抗中保台啊，嗯、连那外面的侧翼民嘴都没在讲了，都闭嘴 shut up，、嗯、对不对？嗯、那这个牌打不下去，他要的是什么？两岸问题哦，暂搁一边。嗯，啊，我们来好好打其他的议题。嗯，啊，你看我。我 赖清德在改革民进党啊，我在大局条款啊、嗯哦，故意戳你国民党的这個、这个小腿啊，他玩了这个游戏，开始玩不同游戏。那那,那所以这个你说那个白卡西来会乱了这一局啊？嗯、那是对他来讲的话，哈、哦，安定内部，哈、哦，以显现出他一个崭新的形象。那就看着等着国民党慢慢乱，嗯，那他就机会就更高了嘛，嗯。 如果应该在搞那个抗中保台牌，他完全没有把握。嗯，哎，所以应该转向。那要使这个气氛更安定、更温和的话，他会仔细观察大陆还有没有什么感恩之。哎呀，嗯、搞不好习近平上任这个这个 China President 以后哈、哦，嗯、又有什么谈话？嗯，哎呀，搞不好哪一天呢、哦，这个蔡英文要要要学习这个这个谢长廷了。嗯、你忘了谢长廷讲过一句话啊？我们曾经是共同的祖国啊！是。 嗯，好，有印象哈，当然是，当然是，就他在二我们两个是不同国家，但是我们祖国同一个啊，是，嗯，啊，大陆不能闭嘴，嗯，你能讲什么，是啊，对，所以这些调性是在调整当中，嗯，那这个开放陆客是很快就看得到的，嗯，而且开放陆客的这个范围哈。 哎，会使得台湾突然间出现龙井，小庶民出现龙井，嗯，那<他>服务业，特别是服务业。<對>嗯、那小庶小庶民出现龙井的话，这些票是什么呀？就不会不会像以前为了讨厌你民进党，嗯、我没饭吃，我投给国民党啊。嗯、我再讨厌，我是台南的卖那个蚵啊、煎我就投给国民党啊。你怎么办呢？嗯，嗯哦，像以前卖菜的都投给国民党一样道理、嗯、啊。所以这个局面是民进党所要的，嗯，哎、啊，所以他一定会。 虽然不至于说派这个行政院副院长像泰国副总理跑到机场去接入第一批路客，嗯、至少至少会有很很浓厚的这个示好的意愿嘛。嗯、啊，邱泰山在民进党里面谈不上什么顽固台独分子，是、嗯欸、所以他他当然懂这个啊。嗯，他你别看邱泰山那个人哦，表面上不太吭声哦，他以前跟跟跟那个中共的对外联络部是一个很密切联系的啊，宋涛。 诶、欸，部长叫宋涛，嗯、<laughs> <laughs> 所以我说，我说宋涛的关关系，<laughs> 你不要，你不要太低 <laughs>、呃、低估他，以为以为他跟了他跟台湾没有接触的，不，其实他跟民进党的高层对，好。 这这这些让让大家当参考，知道接下去的风向的变化。因为今年初当，当当我们当我在节目当中谈这些事情，中秋节你一定看到很多路口。对,对，大大家今今年初在呃，就是三个月之前我在跟大家说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觉得那个那个风向，我们哪很吃亏啊、哦？我们哪能闷着嘴巴办怎么办？对，<laughs> 但是三个月之后，你今天看到的那个风向的改改变呢，就一步一步呢就出来了。好，那因为。 因为两岸的两岸的这种互动，你可以我们我们需要有点想象力去想象哈，比如说今年的端午节、<对>中中秋节，市况是一个怎么样的市况？在理解到台湾的这种的社会结构的时候啊，尤其政治人物、政党，他应该非常清楚的知道，赚就是说要钞票，你要去找科技业，会赚钱的那是科<对>科技业。 可是要选票，你要你要找服务业，没有错，没有错。OK，<錯>选票在服务业上面，<對>所以如果你服务业你你照顾的不好，你的选票一一定会受很大的伤害。嗯、但是呢，钞票在呢制制造业上面。 好，因此呢，这些的开放，那营造出一个呢，尤呃，尤其过去疫情的关系，相关受伤的服务业开放入客一定很有用，因为不是只有台湾呐、啊，<對>你看世界各国呢都在嗷嗷待哺，等入客回回回来，<錯>所以台湾只是搭上了这样一个趋那个逻逻辑呢是非常简单的、嗯，尤其是全世界的这个疫情里面呢、啊，嗯、受伤最轻的国家里面，嗯、中国绝对是一个，嗯。 那因为他受伤最轻他累积的购买力最大，嗯、所以他往外旅游的开销会特别的庞大，嗯、有人说评估后一个陆客的话，他的平均开销是比。 日本的客人呢，要多一点八倍，这是事实啊。这个这个不止哦，这一波绝对不止。对，因为因为我我访问过那个永康商商商圈的时候，因为他们他们是最最最直接的，因为因为日客陆客来都都会到到到那边去啊，所以那边的店家啊，他们是最直接感受到呢，陆客跟日客的差差异性。好，那这个时候呢，当陆客陆客要回来的时候呢，服务业呢当然会有感觉，所以我说。 估计这个周末的时间了、啊，所有的这些的行业呢，不管是航空业也好，旅游业也好，饭店业也好，或者呢那些卖欧米亚给的，嗯、大概呢都都开始准的准备了。<对>这个准备呢是对的。嗯、<哼>好，那国民党该怎么反应？这个我我待会儿再问了、啊。不过我们我们在看啊，就是，呃，蔡英文，蔡英文难道难道两岸关系的策略真的变了吗？ 因为两岸之间的接下去的这种的，包括直航啊、陆客等等的恢复，那跟国民党之间就没有什么差别了。你要知道蔡英文的优先顺序是吗？因、嗯、为他第一个优先是让赖清德当选嘛？嗯，不是，第一个优先是他，他个人要安全下庄。嗯，证据是什么？包括柯文哲亲耳、呃、听到李、嗯、李那个李元哲李彦哲这么讲。嗯，李彦哲好像对媒体曾经讲过。嗯，说他跟。 蔡英文啊，讲了一大堆大理论。<對>蔡英文说：“我的任期是到二零二四啊、嗯，那个时候我已經不干我的事啊。對”對嗯、<laughs> 所以安全下装哈、啊，对蔡英文是很重要的。嗯、而且蔡英文亲眼看到哈、啊，咱们的历代总统下装以后好像晚景都不太不太开心，嗯嗯、大部分都晚景凄凉。包括现在马英九、嗯嗯、那他想到他自己二零二四年五月二十号下来之后，嗯 他总该要部署。第一个重最重的，台湾的仇对他的仇恨值不要太高。嗯、世界各地，包括中国，对他仇恨值不要太高。比如他一下来以后，中国就登出一个新闻说，中国大陆宣布、嗯，我们要制裁顽固台独分子，除了苏贞昌以外还有蔡英文，你说他怎么办？呢？啊，这、嗯嗯啊、这个他要去避免的一件事情。嗯、所以他这样做，你说他怎么会被列入？ 这个所谓的顽固台独分子名单，嗯、消灭秦桧他不会啊，哦，他们姐妹掏就是这个差别啊,、嗯嗯、啊，他第一个考虑一定是这个人不畏死，天诛地灭，嗯、何况这么厉害的政客，嗯、第二个在考虑民进党的政权，哎，对民进党政权总该民进党要去修理他的几率不高，嗯、国民党不管活友谊当选或者是郭台铭当选、朱立伦当选，修理他的几率总是比较高嘛，嗯、那怎么办？ 还在请全力协助赖清德能够胜选，那赖清德能够胜选，刚才我我的分析是说，他需要一个相对好的外部环境，尤其是两岸的环境。嗯，那美国那边已经没有什么疑虑了。第一个，美国已经没有要强烈再度的打台湾牌、台独牌跟跟中国大陆冲突。嗯，很多场面都看得出这个迹象。那他的这个动作在嘴巴上，你说第一个。 要卖给我们的 F 十六 V 现在还没到手啊，嗯，那你拿那个弹药库干什么？嗯、没有什么用。说 <laughs> 句开玩笑的话，那摆在哪里都一样。没有好的军人，没有足够的军人，你那个弹药有什么用啊？嗯啊，俄乌战争不就证明这件事情了吗？是啊，乌克兰你说没弹药吗？好像也不太够，最主要是根本没有熟练的一个军人可以去操作这些东西吧？你这两年还听过海马斯没有？嗯，你听过爱国者飞弹没有？嗯，嗯给了没用啊？嗯嗯、啊，那。 考虑到这些现象的话，大陆当然很清楚啊。你那个军火库没什么太大的意义嘛，哈，什么太，所以也不会太有太高的生气。你说大陆这两句话交代完毕而已，他很生气吗？嗯、他也没生气啊。嗯、所以只要有这么一个好的环境，然后他们按部就班，才找什么题材来修理国民党。嗯啊，那基本上是打这些题材的。 你你你觉得民进党在在这个时候，除了去年九合一败选，然后美国一直在呼吁他要避战，孙<對>小雅开记者会、這個，孙小雅那个那一句话，你以为美国、嗯、没有美国国务院下令他会这么讲吗？对，就是孙孙小雅挑你败选之后的两天开记者会，啊、那个教训你的味道就已经很浓。没错<錯>，要不然要不然以美国，如果他真的对你很友善，他不会在这种时候讲话。没错<錯>，因为孙小雅开记者会也就也就不过寥寥可数的三三次而已。对呀、啊、对呀、啊。好，那。 但是蔡英文这个时候对大陆的软化，除了败选的因素，除了考虑到二零二四选举的因素，除了美方呢不希望两岸关系太紧张，而影响了他跟中国之间的互动以外，对，有没有呢？像是二零一四年的明斯克协议一样，就是呃假的假装呢，虚以委蛇。 跟跟大陆的缓和，但是呢，争取呢台湾在武装的空间，因为同一个时间点来来讲，其实他对台湾的军事的准备是不断的在在强化，就是这样子啊。嗯，没有明斯克协议，乌克兰哪来一个六七年时间是、嗯、啊，可以准备武装，而且这个武武装的这个军队的训练啊，哦、嗯，然后这个。 这个装备的改良啊，就那段时间起来的、啊嗯，没错。还有包括有时间在乌东的防线啊，还找了那个什么，嗯、找了那个加拿大的军事工程师来哈、嗯哦、来加强啊，嗯、要不然怎么挡得住那么久啊？嗯啊，那这些正是美国要求台湾有更长的时间来准备，不要讲别的啦，那个修个全动法都要好好几天嘛，嗯，嗯那全动法现在被打枪的嘛。 全动啊，就是美国指示的嘛，你看个知道嘛？当然，那个是一个选举的毒药，嗯、蔡英文会笨到这种地步吗？嗯，那现在好了，跟美国讲，台湾反对的很激烈，我们暂时搁下。哎、嗯，哎，其实国民党反对越激烈，其实蔡英文内心暗喜。嗯 <laughs> <laughs> 对对，所以所以我们我们我们不要因此而误读了，就是说，以为现在民进党这政府呢所释放出来两岸关系当中的、呃、配合的这种的善意的操作、温暖的操作，没错，它是一个战略或者意识形态立场的改变，没没有啊？我我反而比较担心呢，它是在争取台湾的再武装的一个环境你的判断百分之百正确。 你看美国所有的释放出来的有关于台湾的军事新闻，就是你这里不行，嗯、这那里不行，嗯、这个也不行，嗯、那个也不行。嗯、那你真的要、嗯、要打仗，你不行，那你就要避战吧。那、嗯啊、你避战的目的是让我来武装你，等到足够的力量，你再去打嘛。嗯、要不然你要当我的棋子，我我这个烂棋子我也，我我看不上眼啊。嗯、你连乌克兰那个把戏你都没有，你怎么弄呢？啊，嗯、所以才要求台湾啊。 呃，他当然开高价，你要城镇作战啊，嗯、人人人皆兵啊，这个你武器弄到什么程度？嗯、那可是一下子做不到、啊、做不到怎么办？至少要争取个五年八年的时间嘛。嗯、所以他们动不动有人说二零二八啦，有人二零二七啦，有人什么二零三几啊，嗯、就在讲这个时间。所以这个时候缓和是在争取空间。你大陆笨吗？大陆看得清楚啊？嗯、好吧，嗯、大家一起来研吧。哎。嗯 你你要你要当这个曹爽，哎、大陆就当司马懿啊。你说这个好，当然但今天呢？今天台湾曹 <laughs> 爽认识的比较少。<laughs> 对，台湾的台湾的两两份比较偏蓝的媒媒体啊，<laughs> 哎、基本上头版当然都都是恢复两岸的、哎。自由时报灯也,也不小了。<laughs> 对对对，好，但但是但是相相对来讲，就是说呢。嗯 民进党的操作，我是说不要误读了他的操作。虽然呢，在在昨天的这个讯息，有点呢在对呢习近平呢今天的连任设，因为时间点搭在一起啊，那个那个绝对是刻意的。<對>但是呢，同样的，我把它跟比如说我们的好朋友郑红怡的节节目被停掉，嗯嗯、你不要觉得這偶然，这都是选举动作，都是在选举的时候的所有的策略性操作的一环。简单讲，民进党已经对二零二四年的总统大选。 他几乎已经完成了他的一个战略思考跟他的部署，但是国民党在面对到民进党这些动作里面，国民党有看出什么端倪，以及有没有一个对应的策略跟态度出来？国民党该怎么做？国民党现在还在加护病房。嗯，不要以为我们胜选了，我们没有在加护病房。哎、欸，才才才输了一场的立委的补选，那么严重吗？不是严重的问题啊。嗯、欸，很明显的可以看出来，朱立伦。 郭台铭，嗯，跟这个侯友谊沟、嗯、通不良，嗯、血管不通，嗯啊、血管不通就会中风，嗯、中,中风，<laughs> 嗯，还有心肌梗塞。嗯、哦，你整的更严重了。对对对对,對 <laughs> 中风还可以活的心肌梗塞是很难活的。对，这个这个僵局一直没办法突破啊。嗯，啊，尤其是你想判断一件事情哦，这个某某周刊，嗯，会登出来说。嗯 朱立伦打电话邀请侯友谊去参加，这个林明真南投选前之夜，选前之夜，然后侯友谊婉拒，然后朱立伦暴怒，暴怒，我、哦、不是大怒、哦、暴怒，暴怒。好，那这个消息知道了有几个？嗯，然后就从这个媒体出来，国民党有没有否认？没有，没有。侯友宜有没有否认？没有，没有。 那侯友的辩解又辩解了很多吧、嗯？对，就就是他的，他打他的市市政这个什么、嗯、这个，那看那那个是什么了不起的？这个需要你去去特别去的，嗯，副、嗯、市长也可以去啊，嗯，秘书长也可以去啊，嗯、那不是什么重要的行程啊，嗯，那就显示什么？这两个人有问题，嗯，任何一个部队哈，最怕什么？最怕将心不合嗯，这个这个怎么打？ 我现在可以讲没有关系了哈。其实哈，当时这个韩国语哈跟吴敦义哈也有很严重沟通不良的情形。没错，嗯，哎，那是后期啊，像我们这好事者慢慢去弄，慢慢去弄。你韩国也不对，嗯，他们到后来几乎是在媒媒体上面隔空吵吵架的 <laughs> 對，被你看出来了，<對>所以。 这个是一个国民党啊、哦，这个整个运作系统最严重的问题。嗯、国民党如果不去重视这个问题啊、哎，尤其是哈、啊，有一个很坏的一些现象哈、啊，就是假如说我是总统候选人，党主席，嗯、我现在天中英明啊，嗯、你什么事是要来干嘛哈啦？为什么要去？嗯、很多总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都忘了什么？忘了他是候选人了、啊，即使总统话，你也是候选人了、啊嗯嗯 候选人要低三个头啊，忘了这一点、嗯、那最经典的是第四马英九哈、哦、选总统的时候，他真的对吴伯雄啊哎，低不止五个头。可是我要公开讲，没关系，我为我写历史很精彩的、哦。等他选第二任的又，嗯，哎，头就比吴伯雄高三个了、嗯、<laughs> 我这是很坏很糟糕的情形啊，啊、哦，哎，为什么不管？ 这个党主席如果不是总统候选人，他心里面就已经很憋了。嗯、又是他在这个党主席位置上，是你最重要的辅选的人员，嗯、你应该把他当做什么？你的胜选的最重要的 key 面、嗯。没有去整天拍他马屁，已经已经，他即使就是你的真正的主任委员嘛。嗯、不去拍他马屁已经了不得了，你还跟他摆架子，那就很惨了、啊。嗯嗯 我们我们我们虽我们刚刚前面谈下来之后啊，我我无非对我无非只是在在提醒国民党，对，就是民进党他的选举的策略已经出来了，对，而且拜登是挺他的，拜登最近的动动作。 其实就是告诉你，二零二四年我挺民民进党，<對>我赤裸裸的表态，没错<錯>。不管是之前呢，顾立雄也好，吴钊宪呢到美国的访问，让你近乎公公开，怕媒体不<對>不知道，或者蔡英文的过境的安排都一样，对，就是告诉你<錯>我挺你。<是>那美国拜登亲自操操盘，那民进党呢也开始呢摆出呢跟过去不一样的姿态，嗯、它会直接导致的影响就是。 两岸关系不再是国民党的独家专利，对，不再是你手上的一张王牌。在过去民民进党的阿达妈空谷力呢，意意识形态导向的时候呢，两岸关系这一块是呢民进党的独家供应，对的餐点。<对>所以呢，当你要寻求两岸和平的时候，你就必须要呢支持国民党。可是呢，民进党现在告诉你就说不会啊，你看呢、啊，我我我执政的时候，光、嗯、光客照样来呀，啊、呃，又有台湾主权，对，哎 又有什么两岸和平、嗯？不要低估这件事事情，就是说他把你的王牌，给打掉了。对打掉了之后，那你还有什么牌呢？ 所以，当今天呢，民国,國民党要意识到的就是，他可以在习近平呢今天要选国家主席，算他一定会会是国家主席的第三任期的投票的前十二个小小时，陆委会开会，那不是偶然的，那不是不小心的，那是刻意的，就是像孙小雅的记者会一样，那个呢都是刻意的，就给你一个清楚的讯号。那蔡英文呢给大陆的讯号就是就就是我对于习近平示好。 我对习近平的连任道贺，然后接下去呢，大陆方面会有更多的善意，陆克大概就开始准备。等到呢选前半年呢，选选前，如果明年一月份呢总统大选，中秋节呢大概呢九月十月的时候呢，陆克已经到处跑了。你认为那个时候呢，国民党的牌在哪里？没牌，这个是国民党要想的。 就就是当民进党表现出来的两岸政策意识形态不管，当民进党家表现的两岸的政策跟国民党在同一条无意曲线上面的时候，我要我要买国民党买民进党的组合没有差异的时候，选民为什么一定要支持你国民党？ 这个呢，跟九合的就就就不一样了。大载位对，所以我说，民进党这波的操操作，不要小看它，不是单纯什么直航几个航点，这是技术面的问题，而是对台湾的选举打掉了你民的国民党的王牌，国民党要如何去回应？更何况还有蔡正元刚刚提到的国民党的内部的将心失和，将心失和，那那不是廉颇跟蔺蔺相如的那种的哦，不是不是不是，那个呢基本上面是很难调的调和，大家的心结打打不开。 位置又又只有一个，怎么办？